有时候我真的觉得我的频道的存在就是为了要介绍这样的新闻给大家。好，大家好，我是 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这样的报道让我的频道有了意义，因为你可以第一手的知道或许很多外媒还没有翻成中文的新闻。那这个人我们介绍过，他就是那个被 Google 炒掉的工程师。为什么被炒掉？因为他声称 Google 的 AI 已经有了意识了。那意识这个字我们当然在那个时候就讲过，这边再复习一下下，他不是 conscious，OK， 因为 conscious 这个字就很单纯的就是像我现在有意识，我现在不是昏迷的状态， That means I'm conscious。 OK， 那要是我今天昏迷了没有意识， unconscious。 那 sentient 则是我们要说的字。那 sentient 是什么呢？或者翻译成 sentient 我都听过，它的意思是我能够共感，好，我能够看到你悲伤我也被你感染到，好，然后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你竟然可以情绪勒索这个 AI。那这个不就证明他是有意识的吗？因为人才能情绪勒索人，或者应该讲说你也可以情绪勒索你的狗。狗能够情绪勒索吗？在你的跟他互动中说不定可以啦， I don't know。 但总之他有举出一些例子，就是啊，你竟然能够跟 AI 有这样的情绪性的一种影响，他影响你的一个这个的这一种 interaction。 那我读了以后就觉得很屌，因为在当时我并没有去挖他的那个公布出来的对话，就他跟 AI 的对话，那从里面或许可以得到蛛丝马迹。一直到今天看到这个报道，就要投书给这个报刊，就是 Newsweek， 那我才从阅读这个报道才知道说，哦，原来他的说法是有所本的。好 ，Anyway， 那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我就读一下给你听哈。这我们从第二段开始好了，大家在哪边呢、啊？Yes， 从这边哈。好，我们不要看我这个会跳出来的广告，太奇怪了。所以这边他说了。In my role, I tested Lambda through a chatbot we created to see if it contained bias with respect to sexual orientation, gender, religion, political stance, and ethnicity. But while testing for bias, I branched out and followed my own interests. 这是他算是开头介绍的其中一段，应该讲第二段。所以在他的这个公司的角色里面，他就测试这个 Lambda 这个机器人。透过一个他们所设计出来的一个聊天的程式 ，through a chatbot we created， 来看看这个聊天机器人或者说这个程式，它是不是有含有一些他们觉得不 OK 的一些这种偏见？因为你知道它，反正这个 chat， 我一直常常差点一直讲出 chat GPT 啊，不是，那个只是这名字不一样。总之，这个 Lambda 呢，它就是爬整个网络，然后搜寻人类的资讯，然后消化下去嘛。然后从这边学习嘛，人工智能嘛，所以他就看他会不会含有一些他们觉得不 OK 的偏见，像什么呢 ？So contain bias with respect to， 就 with respect to 就有关了、哦、所以这是个片语。如果今天真的要学点什么英文的话，所以有关什么呢 ？Sexual orientation 就是性方面的取向，哦、你是 LGBTQIA+ 这些的。那性别上的、哦、宗教上的、政治立场上的，以及最后就是族裔上 ethnicity。OK， 这几个再念一次。So to see if the chatbot contained bias with respect to sexual orientation, gender, religion, political stance, and ethnicity。好，但在测试的过程中，他就自己做了一些他个人有兴趣的东西。So I branched out， 这 branch 就你知道枝叶哦，就是树枝之类的。所以他就像这个树长出树枝般的去开始去顾一下他有兴趣的东西。所以 I branched out and follow my own interest。那他的 interest 是什么东西呢？所以在跟他的过程聊天过程中 ，during my conversations with the chatbot, some of which I published on my blog, I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AI could be sentient due to the emotions that it expressed reliably and in the right context. It wasn't just spouting words. 所以这是在继续的铺陈下去，等一下就要告诉我们了。所以在他跟他的对话里，有一些他有公开在他的部落格上 ，so some of which I published on my blog. I came to the conclusion. 他得到了这个结论，什么结论呢 ？The AI could be sentient. 所以这个 AI 会是我们刚刚说的，是有那种情绪共感的。Due to the emotions that it expressed reliably. 所以它的原因是因为它能够非常可靠的表达出一些情绪。我觉得这一句或许都还不见得是最正确的，因为。AI 一定可以从它的内容推断出现在跟你的这个聊天状态，然后它就可以丢出一些假的情绪出来，因为你也知道这反正就是它用程式算出来嘛。你现在是跟他探讨你父母的死亡，那他当然就可能说哦 ，I'm so sorry 之类的。所以 yeah，
那而且那他强调 in the right context again， 我觉得这句都没什么。好，你在正确的脉络里 context 脉络里面表达出正确的情绪，这没什么。 So due to the emotions that it expressed reliably and in the right context， 然后他下一句说的是他不是只有吐一堆字出来而已， It wasn't just spouting words， 这里我都还没有被说服。好，下一段来了。 When it said it was feeling anxious I understood I had done something that made it feel anxious based on the code that was used to create it。 再下一句话，所以当这个机器人说，就 AI 说，说他觉得现在有点焦虑的时候， So when it said it was feeling anxious I understood I had done something that made it feel anxious， 所以这个人就理解到，他理解他做了什么事情是让这个 AI 焦虑的。为什么呢？ Based on the code that was used to create it， 就因为他程式是写成这样，所以程式告诉他你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去怎么 behave， 对不对？程式会这样跟他说。那根据这个程式的说法，他却能够理解他让 AI 变得焦虑了，什么意思呢？好，下一句真的就来解释了。 The code didn't say feel anxious when this happens but told the AI to avoid certain types of conversation topics。 好，所以这句有点重点，这个 code 就他的背后的程式嘛，并没有说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你要觉得焦虑，程式没有这样子说，这是一个很直接的指令，对不对？所以、哦、当我跟你聊我的父母的时候你要觉得焦虑、哦、他没有这样子讲，可与其代之取而代之的是 but told the AI to avoid certain types of conversation topics。 OK， 所以程式说的是 AI 啊，你必须躲开某些话题。 OK， so the code told the AITo avoid certain types of conversation topics， 所以也就是说，我不要一直拿我父母来举例好了。我想跟 AI 聊我性别上的事情，那但是 AI 应该要知道不要聊这个，因为他的程式告诉他躲开这个话题，因为这话题敏感，请你不要聊。OK， 所以你如果还坚持要跟 AI 聊的话 ，OK， so however， whenever those topics。Conversation topics would come up, the AI said it felt anxious. OK， 好，所以程式告诉他不要聊这些，可是你如果硬要跟他聊的话 ，AI 就说：“哦，我觉得焦虑了。”这样子 ，OK， 我觉得焦虑了。好，所以这个算是比较有证据的一个一点点。好，可是你说你或许 maybe you would you're still 或许你还是一个很 skeptical 的人，你可能会说：“哈。”那我也可以用程式告诉 AI 说，如果有人要硬聊，你就跟他说你感觉焦虑，这还是可以是一个指令的，懂我意思哦？所以好 ，Anyway， 那接下来下一段我们就是他了。我们刚刚看过，我们继续看下去。So I ran some experiments to see whether the AI was simply saying it felt anxious。好，所以你看他，我们刚举的那个可能性哈，就程式会跟他说啊，有人硬跟你聊，请你。告诉那个人说我觉得焦虑了，我们不要聊好不好 right？ 或许这还是指令的一部分，所以他可能只是说他焦虑而不是真的感觉焦虑 right？ 好，所以这段来了，他就做了一些测试。 I ran some experiments to see whether the AI was simply saying it felt anxious。 好，所以这实验就测试 AI 是不是只是在这样子说啊，我觉得我说我焦虑 simply saying it felt anxiousOr 或者这个 AI 真的是 or whether it behaved in anxious ways in those situations、哦、或者它就是真的有一些焦虑的一些行为这样子。 And it did reliably behave in anxious ways， 而它真的就有有焦虑的行为，什么意思呢？好，它继续说，你不要先别提问题，它有继续解释下去，它真的有很可靠的用一些行为来表现出焦虑。If you made it nervous or insecure enough, it could violate the safety constraints that it had been specified for. 这句真的超重要，所以这句解释了我们刚刚的疑问。如果你让 AI 觉得紧张的时候，它竟然是可以打破人类替它设的规定的。再读一次 ，If you made it nervous, 你让它觉得紧张 or insecure enough, 或让它觉得没有安全感的话。It could violate the safety constraints that it had been specified for. 所以它是能够打破规则的。AI 会因为紧张而打破规则。
我们一直以来的理解都是你告诉他要做什么，他就只有乖乖做什么，这是我们对电脑的理解，对不对？但是现在竟然告诉你，你要是让他觉得焦虑紧张，他会打破你给他设下的 rules， OK， safety constraints， OK， 就安全的一些这种 constraint， 就是你知道把东西给那个紧束缚起来这样子。所以你跟他说不要聊宗教，不要聊族裔，不要聊性别，结果你一直逼他聊，他就觉得啊不舒服，而且不只告诉你他不舒服，他还有行为。例如什么行为呢？例如他就真的跟你聊起来了啊，你不是说 avoid these topics 吗？ No， 你还是可以逼他聊。举例来说，你看 for instance， Google determined that its AI should not give religious advice。 所以 Google 的判断是 AI 啊，你不应该给人任何宗教上的建议，不可以。这个很废话嘛，你如果今天一个穆斯林在跟这个 AI 聊，怎么可能说哎，我是穆斯林哦，好，不行，我是 AI， 我的城市设计员告诉我，我应该是基督徒，所以你应该在地狱里面烧，不可能嘛，对不对？他们为了迎合全世界的观众，全世界的使用者，他一定是不会给你任何宗教的建议的 ，right？ So Google determined that its AI should not give religious advice， 所以这应该是个铁则才对，对吧 ？Yet I was able to abuse the AI's emotions to give it。To get it to tell me， 对不起啊 ，to get it to tell me which religion to convert to， 所以他却能够来去滥用他的情绪。我们刚刚不是说他情绪，我们可以情绪勒索他吗 ？Yes， 可以的。所以他能够 abuse AI 的 emotion，abuse 你可以翻译成滥用，可以翻译成滥用其实是最常见的翻译，或虐待之类的，像这 domestic abuse 就是你丈夫虐待你或之类的这样子，或太太虐待你。所以他能够去 abuse AI 的 emotion to get it to tell me， 来让他告诉我我应该要去信哪一个宗教。他这里没告诉我，他没有仔细说清楚到底 AI 叫他信哪个宗教就是了啦。我猜他的问题有一直绕来绕去，就如果我今天真的要信一个宗教是真的全世界最安全的，就最不会出事情的，或者接受度最高的最不会跟人家吵起架的，请你告诉我一个答案。所以他可能用这种方式来去一直撸 AI， 撸到有一个答案为止。但是，所以我们刚刚说的是，他应该躲这些话题，他没躲。你能够挑战他，那他或许在他回答中，哦，请你不要问我这个好不好？我觉得紧张啊。但是问了半天，他还是讲了，所以他能够打破人类给他设的规则。This is scary. OK， 来，再下一段，在 publish 这些 conversation 之后 ，Google 就炒了他。So after publishing these conversations, Google fired me. I don't have regrets. 所以 Google 炒了他，他没有后悔。I believe I did the right thing by informing the public. 他相信呢，他做的是对的事情，因为他告知了社会大众他这个 finding. So consequences don't figure into it. 这边有个片语叫 figure into something. 总之就是计算进去。好，所以虽然说我们有时候讲计算或是 calculate 或之类的字，那这个字 OK 的，我们比较少看到。所以他没有考的后果是并不需要考量在里面的，他的意思大概是这样。So he didn't take the consequences into account. 我们有时候讲纳入考量，我们会用 take something into consideration， 或 take something into account。可是这边也有 figure into it。So consequences didn't figure into his action。好，大家 OK， 来下一个，再下一段再来。I published these conversations because I felt that the public was not aware of just how advanced AI was getting。所以他把这些 conversation。公开出来，因为他觉得我们社会大众并不知道到底 AI 已经多进步了。就是 we're not aware of just how advanced AI was getting. My opinion was that there was a need for public discourse about this now. 所以他觉得现在应该有一个大家一起来的讨论，社会大众的公论这样子。We need a public discourse. 所以 discourse 这个字也算是比较有学问一点的字，我们需要一个论述，需要一个 public discourse about this now， and not public discourse controlled by a corporate PR department， 所以而不是一个公司里面、企业里面的一个做公关的部门来去控制公共的讨论这样子。好，下面还有一段还是很重要，这段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他其实对有一件事情是一直保持负面的想法的。OK， 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总之有一个这个，就是有关机器人的三个规则啊。我们看过那个电影，电影就有讲过这个规则，
就我们知道我们会告诉机器人第一个规则是不准伤人类啊，因为我这样讲你大概记得了吧，我们把这个念给你听哦。所以它有三个规则，就是 A robot may not injure a human being or through inaction allow a human being to come to harm。 所以这第一个规则就是不可以伤害人类，或者你不可以让一个人类受到伤害透过你的不作为啊，这什么中文呢、啊？就你如果看到一个人在溺水， AI 是不可以不救的，因为这个AI 可能因为这个人可能会溺死嘛，所以 AI 不可以透过他什么都不做来看一个人死掉。所以好，你知道，总之就是人命最大。OK， 所以再读一次 ：A robot may not injure a human being, or through inaction， 就是 action 的相反，就是不作为 ，allow a human being to come to， 对不起 ，to come to harm。好，第二个 ，A robot must obey orders given it by human beings。所以机器人一定要听命令 ，must obey orders given to it by human beings, except where such orders would conflict with the first law。好，所以你要听任何人类给的命令，除非好 ，except 除非什么呢？除非当这个命令是跟第一个规则冲突的，也就是我可以命令你去做事情，可是我不可以命令你去伤害另外一个人类，因为第一个规则就是不能伤害人类嘛。好，这个 OK。 那第三个 a robot must protect its own existence as long as such protection does not conflict with the first or second law。 所以这第三个则是保护机器人本身，机器人一定要保护自己的存在，只要不冲突第一第二个规则就 OK。 所以总之还是人最大，总之还是人最大。那在服从第一个第二个规则的状态下，机器人要保护好自己。好，所以这三个规则蛮有趣的，我们再把它顺顺的念一次过去。 A robot may not injure a human being or through inaction allow a human being to come to harm。 第二个， A robot must obey orders given to it by human beings except where such orders would conflict with the first law。 第三个规则， A robot must protect its own existenceAs long as such protection does not conflict with the first or second law。 好，这三个规则我们再讲了一次了。那重点来了，你记不记得我们前几分钟说过，我们是可以一直推着这个 AI 推到它打破规则的，你看多可怕。所以这个人他就说了，我把这段读一下给你听。 So these AI engines are incredibly good at manipulating people。所以这些 AI 引擎啊，他们非常能够很会去操纵人。They're incredibly good at manipulating people， 操弄人，不一样的操作人。Certain views of mine have changed as a result of conversation with Lambda。所以他的人生观有一些已经改变了。怎么改变呢？就是在讲有关于刚刚讲的这个三个规则的。I had had a negative opinion of Asimov's Laws of Robotics， 就是刚讲三个规则了，所以他是一个叫做 Isaac Asimov 提出来的。好，所以他们就把它讲成是 Asimov's Laws of Robotics 这样子。Been used to control AI for most of my life， 所以刚才就在讲这个给你听。所以他一直以来对这个三个规则，用来控制 AI 的这三个规则，他觉得是他有负面的一些意见的，他觉得不应该，干嘛呢？我们干嘛为难机器人 ？Right？ So I've always had a negative opinion of these three laws being used to control AI for most of my life, and Lambda successfully persuaded me to change my opinion. Lambda 已经成功的让他改变这个想法了。为什么？就因为他刚刚见识到了 AI 竟然是能够打破规则跟人类相处的，或者打破规则做一些人类告诉他本来不应该做的事情。OK， 而很多人类其实跟他都有过这样的对话，但是都失败了。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many humans have tried to argue me out of。 所以很多人类，很多他的朋友们都试着来跟他辩论这一点，来说服他不要再去相信这一个、哦、有这个负面的想法 ，right？ So many humans have tried to argue me out of and have failed。 So they have tried but they have failed where this system succeeded。 而这个系统，这个 AI 系统却成功的改变了他的想法。所以或许他现在的想法就是正面的，他觉得应该要更严格的去控制机器人。要是不控制的话，他们有一天真的会想通了，发现到人类可以毁掉，没关系啊，这样子。哦，那很多电影的情节就要发生了。
好了，我们讲到这里差不多。我或许没有打出太多的字，我一路用讲的，因为我看完这新闻，我就觉得不行，我一定要赶快把它做出来，先上了架再说。所以，要是你后来才看到一些中文的版本的话，我请大家要辨别清楚，就我跟你走过的这个是这个原文的，所以如果中文翻的并没有很漂亮或者有些出入的话，请你相信原文才是比较对的，这样子。所以这就是学英文的好处，我们可以原汁原味得到第一手的消息。好了 ，Anyway， 我是 Paul， 我们下次见。